新北市今天新增了12例确诊病例，病例数是全台最多，其中8例感染源跟台北有关，市政府也公布确诊者足迹，包含台北车站的诚品地下街以及新北市板桥区的信德市场等等。而至于前一天爆出台北捷运清洁工和微风信义的专柜人员染疫，由于这两名个案都是住在新北市，卫生局也特别指出清洁工的感染源有待厘清，而至于专柜人员可能是和确诊者有人接触因而染疫。眼看713就要微解封，新北市也规划开放户外风景区，不过侯友宜他也特别强调，如果没有做好人流管控，该关闭就关闭。微解封前夕，新北市长侯友宜亲自到新店碧潭视察，现场游客稀少，不过713将适度放宽管制。我们都要求我们要做好人车管控，那一定要下载到40%，如果没有遵守，风景区该关闭我们就会关闭。风景区微解封，但人流控管要落实，防疫的确还不得松懈。看看11号新北市新增病例数12例，维持2位数，其中8例跟台北感染源有关，确诊者足迹也曝光，包含家乐福芦洲店、板桥区市场以及北车诚品地下街等。不过社区隐形传播链，侯友宜强调已在控制当中。7月1号到7月10号有3天是无确诊个案，另外的7天有一天是4个，其他都在4个以下。社区监测看到成效，相关疫调也持续进行。前一天爆出的北捷清洁工1传6，以及信义微风的一名专柜人员确诊，两个人都居住在新北市，感染源备受关注。清洁人员的感染源呢，仍在持续的厘清中间。那微风信义这一位评估是来自于确诊的友人的接触。另外，北市公托有望在19号微解封。反观新北市，虽然幼儿园和托育机构相关人员陆续接种疫苗，是否开放，侯友宜小心翼翼。当施打完成以后，还要2个礼拜的保护期，所以幼儿园跟托育真正要开放，必须要谨慎的面对。本土疫情逐步缓降，相关松绑措施是否依旧不敢冒进，就怕好不容易手下的疫情再度失控。郑成宏伟才新北市报道。